大家好，我哋公司咧 TY Lighting 咧，现在配合政府消费券，做紧 Flip Sale 指定产品低至半价大优惠啊！今次咧就想分享咧，正正咧就系呢个客人咧喺我哋网站咧得知我哋公司咧做紧 Flip Sale 半价大优惠，所以咧就专程咧嚟到我哋湾仔1800尺只此一家嘅陈列室咧，了解一下咧呢啲产品嘅详情啦。最后咧，客人决定咧全屋都系帮衬咗我哋公司咧购买 Flip Sale 嘅产品，其中有几款咧正正咧就系做紧半价。非常之抵买，我哋咧即刻立即咧俾大家睇下装出嚟个效果系点噶啦。今次客人咧就住喺新入伙嘅日出康城7B 期 Grand Montana， 实用面积咧大约780几尺，楼底咧大约有10尺高。现在咧大家睇紧咧就系客饭厅，分别装咗一支咧45076同埋45077。现在咧呢两支都做紧半价大优惠，原价咧系3780元，现在半价咧都系1890元，真系非常之抵买啊！其实咧呢两支灯嘅款式其实一样，只系咧一个系吊灯嘅设计，另一个咧就系吸顶款嘅设计。原装咧已经系附送一个遥控，可以咧做到简单嘅开关、调光暗同埋色温。只要咧另外加配一个 Hill Bridge。就可以做到智能灯具控制，更加是支援 Apple HomeKit 噶。客人嘅视听娱乐室咧就系装咗呢一支咧40905嘅天花灯，呢、这个灯咧系 Flip Sale 彩色系列灯具。客人咧同时咧同我哋公司咧购买咗 Flip Sale Sync Box 影音彩色灯光同步器同埋 Play Bar， 可以做到咧声画同步，使到咧打机同埋睇电影咧更加有气氛噶。书房咧就装咗呢支45078。天花灯同样咧可以加配 Hill Bridge 做到智能灯具控制，支援 Apple HomeKit 噶。主人房咧又系装咗呢支45077，大方又得体。使用吊灯咧可以令到视觉上有悬浮感。呢、这个吊灯最短可以调节到18cm， 而今次客人要求就系调节到24cm 噶。大家睇完咧系咪觉得好正呢？好似今次客人咧。买咗呢个 Flip Sale 嘅半价产品，由于半价咧系需要现金自取，如果需要安装服务我哋公司都可以提供翻一个合理收费嘅安装服务俾客人选择噶。我哋嘅收费安装服务咧系会帮客人咧影低 Hill 灯具说明书入面嘅独立编号，之后咧会传翻俾客人留底，方便日后如需配对Hill Bridge， 方便搜寻连接灯具嘅。如果客人系自取嘅话就记住自己要记录翻呢个编号啊！现在咧 ，Flip Sale 好多产品都系做紧低至半价大优惠，大家真系唔好犹豫啦，快啲上嚟我哋湾仔1800尺只此一家嘅陈列室咧参观选购啦！